很明显是这边比较平，但这边就是凸起来。你先横着或者是直着放放看，看你凸起来的面积是直着铺可以盖过去，还是横着铺可以盖过去。因为我们的凸面是整个是直线条的，所以我们是用横面的方式去把它盖过去。只要在我们四边连上这个加强固定的双面布胶带，我们就可以把它稳稳的把它固定在这个凸起面，之后也就可以顺着铺设下去，而且后面也是零缝隙哦。好的，固定好之后呢，我们就是直接铺盖在这个凸面，这样就完成了。所以假如说家里也有这种高低落差情况的粉丝啊，我们在铺设的时候就会建议你使用我们这个双面布胶带，就可以轻松的把它固定并且完成。